点击置顶评论，下载北美省钱快报 APP。 小伙伴们是不是经常看到美国超市的海鲜，想买却不知道怎么选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国超市的常见海鲜，以及他们的优质产地和推荐做法。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视频了。龙虾。龙虾在美国非常常见，无论超市还是海鲜店都会有大龙虾出售。优质产地波士顿，口感肉质 Q 弹，因为保水度较少，吃起来扎实有弹性，在海域成长也让龙虾鲜美破表。营养价值，龙虾的脂肪含量仅为 0.2%， 龙虾和其他水产品一样含有人体所必需的矿物成分，其中含量较多的有钙、钠、钾、镁、磷，含量比较重要的有铁、硫、铜等，富含维生素 ACD。 挑选贴士，在挑选龙虾时，以生猛活龙虾为重点，虾头与躯干接缝处空隙紧密，质量较好，雌虾的话做出的味道更鲜美。鉴别雌龙虾的方法是看虾的头体连接部位下表皮是否有一对成三角的小刺，如果有，那就是雌龙虾。买回龙虾之后，最好先放入水中养一天，让它吐净体内的泥沙。做法推荐：清蒸葱香龙虾、芝士焗龙虾、蒜蓉龙虾、阿拉斯加帝王蟹。阿拉斯加帝王蟹是非常大型的蟹种，平均重量为10千克，平均长度为220毫米。优质产地美国阿拉斯加，它的体型硕大，肉质饱满，具有无与伦比的鲜甜口味。帝王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但是帝王蟹是属寒性的，所以体质较弱的人不能大量食用帝王蟹。挑选贴士，在同样大小的情况下，较重的那只蟹说明肉更多，黄更满，有活力的螃蟹说明新鲜而且健康。做法推荐：清蒸帝王蟹、香辣帝王蟹、黑椒啤酒帝王蟹、雪蟹。雪蟹是阿拉斯加最大的蟹类资源，年捕捞量可超过10万吨，在美国很常见。优质产地美国阿拉斯加。口感，雪蟹肉质细嫩幼滑，味道鲜美，高似凝脂，可谓蟹中极品。营养价值，雪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强化免疫力。甲壳素能提高身体的免疫机能，加强免疫细胞的增殖，因此有强化免疫力的能效，同时还能帮助降低胆固醇。做法推荐：清蒸雪蟹、川椒雪蟹。生蚝。生蚝在法国被誉为海中牛奶，罗马帝国时期，生蚝就已经成为贵族富商们的奢侈宴会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据说宋美龄为了保持其容颜美丽，也经常食用生蚝，在美国超市和餐厅也是很常见的菜肴。优质产地美国缅因州地区，俄勒冈、西雅图。口感，生吃生蚝那种淡淡的鲜甜味儿立刻会散发出来，再滴上几滴新鲜的柠檬汁，激发出生蚝最佳的味道，带着海水味的原始气息，水分饱足，肉汁饱满，滑入口中，口感柔软细腻。营养价值，可以滋补强壮，生蚝含18种氨基酸、甘糖原、 B 族维生素、牛磺酸和钙、磷、铁、锌等营养成分，常吃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生蚝所含牛磺酸可以降血脂、降血压、抑制健脑。挑选贴士，在选制优质生蚝的时候，应该注意选体大、肥实、颜色淡黄、个体均匀而且干燥的，表面颜色褐红。一般来说，外壳越饱满，裙边越小的牡蛎肉质就越肥美。做法推荐，要充分感受生蚝的魅力，生食还是最佳方式。生吃的话，除了挤柠檬，最经典的吃法就是调制木犀草酱。除了生吃，还可以做烤生蚝、洛克菲勒生蚝、蒜蓉生蚝、芝士焗生蚝、蛤蜊。优质产地澳洲、加拿大、美国。口感，口感比较扎实，味鲜，滋味清甜。营养价值，蛤蜊的营养特点是高蛋白、高微量元素，高铁、高钙、少脂肪。挑选贴士，一般蛤蜊都是放在超市的水产区，一盆盆放着，透过水可以看到蛤蜊的外形。先要看颜色，选贝壳有光泽的。回到家，蛤蜊需要放在盐水里养一会儿，多放点盐。蛤蜊是海生的，如果没有海水环境会容易死。做法推荐，辣炒蛤蜊、蛤蜊豆腐汤、蒜蓉蛤蜊、泡椒烤蛤蜊。三文鱼。优质产地阿拉斯加。口感，
肉质紧密鲜美，油脂丰富，肉色为粉红色，并且具有弹性。营养价值，三文鱼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A、B、E、锌、硒、铜、锰等矿物质，与免疫机能有关的酵素，营养价值非常高。挑选贴士：超市中三文鱼一般是切成一段段出售的，这样便于加工和保存，而同时也方便消费者辨别三文鱼成色。选三文鱼时可以用手轻压，迅速回弹且颜色呈粉色，看起来光泽度较好的比较新鲜。做法推荐：搭配蘸料生吃，香煎三文鱼、烤三文鱼、三文鱼丁粥、罗非鱼。美国人爱吃罗非鱼，口感肉多刺少，肉质鲜嫩也不腥。营养价值：罗非鱼低脂肪、高蛋白、高氨基酸、高钾、高硒、高维生素 K。 罗非鱼被定为水产品最佳选择之一，不仅是老少皆宜，而且推荐孕妇、哺乳期的妈妈和两岁以上的儿童食用。挑选贴士：新鲜的鱼表皮有光泽，鳞片完整，紧贴鱼身，鳞层次鲜明，新鲜鱼肉组织紧密，肉质坚实，用手按弹性明显。但我们常常能见到的是超市里面已经去好鳞的冷冻鱼片，可以在解冻后食用，只需要解冻就可以做菜用了。做法推荐：蒜香锡纸烤鱼、焦香罗非鱼、红烧罗非鱼、鲶鱼。口感：肉质细腻，美味浓郁，刺少，开胃，易消化。营养价值：鲶鱼营养丰富，每100克鱼肉中含水分64.1克，蛋白质17.3克，并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适合体弱虚损、营养不良的人食用。挑选贴士：尽量不要选择黑色的鲶鱼，黑色的鲶鱼土腥味重。做法推荐：红烧鲶鱼、清蒸鲶鱼、鲶鱼烧茄子、糖醋鲶鱼片、鳕鱼。优质产地阿拉斯加。口感：鳕鱼因为刺少，口感甜滑，入口即化，鱼肉精瘦鲜美，清口不腻。营养价值：鳕鱼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是所有鱼类中含胆固醇较低的，肉中的蛋白质含量比三文鱼、鲳鱼、石鱼、带鱼都高，而肉中所含脂肪和鲨鱼一样只有0.5%，比三文鱼低17倍，比带鱼低7倍。除此之外，鳕鱼肝脏含油量高，除了富含普通鱼油所有的 DHA、DPA 外，还有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鳕鱼肝油中这些营养成分的比例，正是人体每日所需要量的最佳比例。挑选贴士：比较好的鳕鱼颜色洁白，并且没有特别粗，而且十分明显的红线，鱼鳞排列也非常紧密。当然，更常见的也是速冻的版本。做法推荐：香煎鳕鱼、蒜香鳕鱼、清蒸鳕鱼、红烧鳕鱼。好了，美国超市的常见海鲜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知道什么值得购买的超市海鲜或者做法，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如果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赞分享给朋友，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会有更多好内容等你来看。我们下期见，拜拜。